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闯出了一个让人家对，然后让人家觉得很热情，对生活、生命有一个热情，其实是环境非常的这样，因为现在环境很多在生存。嗯，那第三个问题，就是因为老师一直以来就是像这个环境一直在改变，对，然后您一直以来坚持做自己，就是我知道啦，是老师的学历其实是台大毕业的，对，就是我知道老师是有一个高学历的，但是您一直以来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你把大家长辈中的舞者变成职业舞者的这个部分，您一直以来的坚持就是怎么做到，因为这很重要，对于现在很多然后
ghetto 在这他的生活，其实他是根本不能用到 ghetto， 他应该是用到 rich， 但是啊，我这样 rich， 但是我觉得 ghetto money 的话，就是在他的，我觉得我的感觉是，我觉得他很自夸，因为他一直是 real 的。然后，老师，你有什么话想跟现在这个世代的孩子讲？就是不管是鼓励的话，或者是希望他们怎么样？很少。